拜见关将军！我潜入到山寨联络裴延绍，为何如此？将军，我未至卧牛山之前，先有一将单骑而来，与裴延绍交锋，只一合便刺走裴延绍，占领了山寨。我到山寨，招呼人马时，只有这几个敢过来呀！哼，愚者惧怕，不敢擅离。我与那将交战。 被他连胜数次，身中三枪。此人怎生模样？姓甚名谁？极其雄壮，不知姓名。哼，竟有如此强人！汝在前引路，待我会会他。是。 子龙乎，使之，这果真就是子龙。 至此，自别使君后，不想公孙瓒不听人言，以致兵败自焚。袁绍屡次招我去，我未投他。今闻使君在袁绍处，几番愈来相投，又怕袁绍见怪，因此四海飘零。前日偶过此处，正遇裴袁绍下山欲夺我马匹，被我所杀，才得以借此安身。今日遇见使君。 真乃是喜出望外啊！今日相遇，真乃天意也。云奔走四方，择主而事，未有如使君者，今得相随，大为平生，遂肝脑涂地，亦心甘情愿。